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看经本第十一页，第十一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，看起，遍供诸佛者，以现代化言，皆超越时空。一念之间，可以遍到十方世界度生，接引有缘的人。那么这是经文第十一愿，这个第十一愿，遍供诸佛，遍是普遍，一个也没漏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通通都接受供养了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做不到，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能做到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他也能做到，这是修福修慧，那么他到十方度化众生是化身去的，自己的本身呢还是在讲堂听经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，到极乐世界就是跟阿弥陀佛学习，学习完毕了就离开讲堂就成佛了，没有到成佛不离开讲堂，所以进讲堂是凡夫，离开讲堂就成佛了，这是无比的殊胜，菩萨度身有应身有化身，化身很多，这个地方呢举一个例子，周邦道老居士在抗战前他住在南京，南京的住址是旧式的无尽的院子，就是四合院，一个套一个了，很深，这个四合院很深，我去参观过，周先生是我的老校长，抗战期间我念中学了，他是我们校长，夫妻两个对待学生比儿女还周到，所以我们同学没有不感恩的，那么这个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有一天有一位出家人在院子里面向周太太化缘，那个时候老师夫妻两个都没有学佛，都不知道，问他要什么，他要五斤香油，家里有不是没有，没给他，没有给他。那么事后这个人出家人走了，走了之后一想，他家里每一间院子的时候都有门，门没有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走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开门，他怎么出去的？所以这一桩事情让老夫人周老太太很多年都不能解决了这个迷惑，抗战胜利之后他到台湾住在台中，
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建的莲社，领导大众学佛，他们老夫妻两个参加了啊，台中莲社的莲友。有一天，他就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师报告，请李老师开示，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绝对不是眼睛看花，因为差不多有20多分钟的时间，啊，不可能是眼花，啊，为什么这个和尚从九华山来化缘，来到他们家里，院子的门都没有打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啊，走了之后门也没有开，他怎么出去的？老师就笑着对他说，那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化身呐。他听了之后非常后悔啊，当时五斤香油没有供养他啊，所以以后他跟地藏菩萨有特别的缘分啊，专门修地藏法门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火化流300多口舍利啊，在家居士修到他那样程度很少见啊，这个人非常厚道啊，所以我们那群学生没有一个我念着老师师母，比念父母还要尊敬啊，这有这么一段故事啊。那么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，也就是都有能力化身，化身到十方诸佛刹土，十方诸佛刹土有许许多多众生跟我们都有缘分啊，过去的家亲眷属啊，朋友眷属啊，同参道友太多了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能力，像阿弥陀佛一样能够化无量无边身，到每一个刹土去帮助这一些有缘的众生啊，没有缘，你接触他了，他不理你，啊，没有这个缘分。啊，有缘呢，他愿意看到你生欢喜心，他能接受。啊，你说他会听，这就叫有缘。啊，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无缘人不是佛不度他，是他不接受啊，一定度有缘众生，有缘众生无量无边呐 啊，所以这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，但因迷惑颠倒而不能证得，这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有这个能力，但这个能力失掉了。啊，六种神通我们都没有啊。啊，六种神通本来都有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行了。啊，西方的好处啊实在太多。如不去西方修行，要靠自己的力量，那就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，你才能修到这个境界，而且进进退退，不知道要受多少折磨，所以
一切诸佛都劝勉我们要相信有极乐世界，要相信有阿弥陀佛啊，深信切愿老实念佛，就这一句佛号就行了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前年2013年，中国南阳，就是诸葛亮出生的地方，有个小庙啊，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了啊，欲知时至，没有病苦，自在往生，给我们做了好样子啊。他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20岁出家，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念了92年啊，112岁走的，念了92年啊，念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有光碟，有永世集，有一本小册子供养大家，希望大家把这本书带回家去，这个光碟要多看啊，这一篇光碟资料非常丰富，总共9个小时啊，就是文字书本里面的所说的话啊，有声书啊，你看书可以，看光碟也可以啊，一天如果能够看6-7个小时，念10000声佛号，我相信一年下来，你念佛这个根就扎下去了啊，你会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的作用，也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，我想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身让我见到啊，阿弥陀佛跟我们见面，第一桩事情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还有多长的寿命啊，等到我们寿命到了的时候，佛来接引我啊，预先告诉你了啊，到时候一点都不会错。啊，海贤老和尚，这个人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叫法器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人一生当中决定可以脱离六道轮回，可以往生到西方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念佛没有感应。什么原因？念佛的时候妄想多，杂念多，把我们念佛的功夫都破坏了啊，所以没有那么好的感应啊。像海贤老和尚20岁开始念佛，记住这个人老实、听话、真干啊，这样的人应该在3年到5年，快3年，慢5年，他就能念到功夫成片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念头一念，念头一动啊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他没有第二个念头，
这叫成片。啊，不管是白天是晚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时候，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都放下了。啊，并不妨碍工作，工作照干，干完了怎么样呢？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这叫成片。啊，人念佛念到这个程度，阿弥陀佛就会送信息给你了，像我刚才说的，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了。啊，有人看到极乐世界，有人看到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定会告诉你，你什么时候往生。啊，你这时候欢喜啊，极乐世界注册了，那有名字了，注册了，啊，不会错的。啊，所以真的有不少人念到这个功夫见到佛了。啊，见到佛他怎么样呢？他寿命不要了。如说佛说啊，你将来可以活到80岁，80岁以后我来接你。啊，那么现在才20-30岁，到80岁还不少年呢，他怎么样呢？不要了。啊，我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阿弥陀佛很慈悲。你真正下定这个决心，阿弥陀佛真的就带你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，看到啊这个往生传，里面很多很多，是一半以上都是念佛3年就往生的。啊，早年有一位法师问过我，他说是不是这些人都是寿命3年就到了，啊，他就往生了。我说这个话讲不通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。啊，2-3个可以能讲得通，那么多的人，这个讲不通。啊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他提前要求了，他寿命不要了，不想在世间住了，这个世间太苦了。啊，他希望早一点离开，啊，佛能帮助他，能带他走，这才讲得通啊。啊，道理我们知道啊。那么海贤老和尚没走。啊，他这个没有走呢，不是他不想走，他真想走。他知道人间太苦了。啊，真想走。阿弥陀佛劝他，让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。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，他修得好啊。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所以他是奉阿弥陀佛命令来住世的，住在这个世界，啊，这一住92年，啊，那么他的功夫提升，我觉得他25岁左右的功夫成片，他念到四意心不乱，从这个基础呢再向上提升四意心。四意心等于阿罗汉，6种神通具足。啊，什么时候呢？应该在30岁左右。啊，再向上提升是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6足慧能大师的境界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入定。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是这个境界。他达到这个境界，啊，应该什么时候？40左右。这个榜样太好了，距离我们不远了。3年前才往生的，他能做得到，
我们也能做到啊！啊，就是要一门深入，千万不能学的搞得太多太杂。啊，要知道我们念佛，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修净土，净土怎么修？心性则过土净。啊，所以修清净心就能感应清净的佛土。无量寿经的经体夏天居老居士汇集的好啊，啊，五种原译本里面汉朝翻译的是清净平等觉经，宋朝时候翻译的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，你看看他把这两个经体合在一起啊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，下面清净平等觉经，真正会意的天衣无缝啊，太妙了啊！而把华严经这个无量寿经的里面的道理啊，修行的方法境界全在经体上显示给我们了。我们修净土希望什么？希望得清净心，希望得平等心，希望觉，觉是大彻大悟。刚才我讲海贤老和尚，他清净心什么时候得的？大概25岁前后得清净心，没有杂念了，没有妄想了。应该在30岁的时候得平等心，平等心没有计较了，没有分别了，就心都自在啊。40岁左右开悟了，就是觉，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往上提升了，40岁得离异心波澜，往生极乐世界是随时可以去的啊，生十宝庄严土随时可以去啊。这个境界里要见极乐世界，要见阿弥陀佛，念头才动，佛就来了，佛就在现前啊，极乐世界也在现前啊，所以他给我们做表法啊，是他真正见到了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你问他用什么功夫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他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一生没有学过第二个法门。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成功了，就大道至简了，太简单了啊！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只要你肯相信，只要你肯真干啊，成就太快了啊！而且是保证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！所以一切祝福劝勉我们往生西方是有道理的啊，佛很慈悲，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啊，不会让我们在这里拖拖拉拉拖一阵拖两阵，不是的，佛希望我们赶快成佛，这是他的本愿啊，我们要感谢佛菩萨啊，为我们做种种实现。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经本，大慈大悲劝导我们学习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用6年时间
做这一部经的注解，啊，注得非常详细，非常透彻，不容易啊！来度化释迦牟尼佛末法还有九千年呢，九千年的众生靠什么得度？就靠这部经，就靠这个注解啊！我们非常有幸在这一生能够遇到啊，这个机会稀有难逢。遇到之后不能放弃，一定要抓住，我一定要成就。下面第六章啊，第六章只有一愿，第十二愿，所有众生生我过者，远离分别，住根极净，若不决定成等证觉，证大涅槃者，不取证觉。这一愿，第十二愿，是善导大师日本的净土宗对善导大师的尊重超过中国人。那在唐朝时候，日本有许许多多法师到中国留学，里面绝大多数的都是善导的学生啊，还有一派有天台宗智者大师的学生，所以我们在日本很多寺庙里，你能见到善导大师的像、塑像，在中国没有。啊，天台跟净宗是日本佛法的独步啊！啊，他不在中国之下了，甚至可以说超过。啊，中国祖师大德们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只有两种啊，在日本我们看到的将近三十种啊，他们真下功夫，而且研学习的人多，这些著作都留下来了啊，我们将来要专修净土啊，希望都能把日本这些法师统统读过啊，对我们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善导大师为我们讲这部经，他说四十八愿里头有五愿是真实愿，特别强调，那这一愿呢是五种真实愿里的第一个。什么愿呢？定成正觉。语气这么肯定啊，定成正觉就决定成佛了。你修这个法门呢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啊。还有比这个事情更大了没有了，成佛才是究竟圆满，这一生没有空过啊！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这一法更善的啊！遇到真正是跟阿弥陀佛有缘，跟释迦牟尼佛有缘啊，我们遇到了。
我们看这一段简单的注解，这个愿等于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了，也就是阿弥陀佛开给我们成佛的保证书，保证你这一生成佛，这是保证书啊。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我们六道凡夫跟阿弥陀佛比，跟释迦牟尼佛比，差别在哪里？就是佛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六个字是佛法里面讲的烦恼，三大类的烦恼。第一个是无明烦恼，妄想就是无明烦恼。第二个是尘沙烦恼，分别就是尘沙烦恼。第三个是见思烦恼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你看这六个字，有这六个字就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六道凡夫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。佛教修行是在讲佛教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，所以外国人讲宗教这个含义里头，佛教里头没有，佛陀是教育。执着就是见思烦恼，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见解，引发我们的言语行为都错了。那么这个烦恼要是断掉了，能够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，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就是执着没有了，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。佛教修行总而言之就两句话，看破放下。看破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了，不放在心上，不使不去干，事情可以照干，不能放在心上，这就叫敬业，你造的业是敬业，如果放在心上就变成染污，放在心上就是执着。所以修行妄想分别执着一定要知道，在我们经体上执着没有了，清净心现前；分别没有了，平等心现前；觉悟了，妄想就没有了。妄想是迷眼，觉了妄想就不见了，就修这五个字啊，清净平等觉啊，这就是你的功夫啊。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要不要做？要做，要做，不能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变成染污，那变成什么？变成讲的升天，你断恶修善，你执着你的善，
你不肯把善放下，那是来生就到天道去了。那天上福报大，有欲界天，有色界天，有无色界天，啊，那些地方是你修行果地的地方。啊，如果不放在心上呢，我们就跟极乐世界相应，果报在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执着我做了很多善，我做了好多功德，这天道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六道不出去，总归是要受苦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的业转不过来。啊，善业生善善道，你还有很多恶业，恶业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业因，你不能不受啊！啊，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再给你说句真话了。这个六道轮回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一场噩梦啊！我们要在噩梦里头醒过来，啊，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假的，假的你就肯放下了，假的是事实真相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。啊，你看我们人在动物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啊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都是生灭法，找不到一样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所以这是一定搞清楚，知道这个生灭法，佛说的全是假的。我们要学习经教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够用了。为什么？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讲得很透彻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不留念了。啊，明白了就看破了，看破就不放在心上了，真看破了。真放下了，啊，我们也能得清净心，也能得平等心，也能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海贤可以做到，我们人人都能做到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，晓得。反省自己，检点自己，我的功夫是哪一个阶层，自己很清楚啊。啊，努力奋发努力，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啊，得到清净心，不要满足，我想往上爬，我希望得平等心，得到平等心，我希望大彻大悟，希望开悟。啊，这就对了，这叫真正心在道上。啊，善导大师这五愿，这是第一愿，定成正觉。你看佛说的话，语气肯定，没有丝毫怀疑，你决定成定正觉。真大涅槃了，啊，所以我在跟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时候，我说这一愿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授记，也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了成佛的保证书。啊，这愿保证，啊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。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就成佛了。这个东西是假的，妄想是假的，分别是假的，执着也是假的，你何必要认真啊？你要认真把假的当作真的，这就是
出不了六道的原因。啊，六道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佛在经上讲的好啊，讲的透彻。啊，现在人迷了，迷得很深。迷在哪里？迷在财里头。哪个人不贪财？财是假的，你带不去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晚上睡觉睡着了，等于死了。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啊，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天天晚上要睡觉啊，每天晚上要提高警觉，没有一样是我的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一切都放下。啊，我常常告诉人，你身上带的钱是你的，你家里放的钱不是你的，银行也不是你的，你带的是，你穿在身上衣服是你的，没有穿在身上放在家里都不是，这是真话了，要认真去多想想啊。啊，那再想到最后的时候，这身体不是我，那你就入佛法了。啊，所以佛法入门不简单的，头一个要把身见放下，不执着身是我，你才能真虚脱还苦。虚脱还是小乘初果，佛法小学一年级，啊，条件是什么？身见破了，边见破了。边见是两边对立，啊，对立的念头没有了，你不会跟人对立，不会跟事对立，不会跟一切万物对立，对立没有了，你多快乐，你多自在，啊，成见没有了，好啊，成见没有了，才能随缘呢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不执着自己的想法看法，啊，为什么自己想法看法是假的？没有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能够接受别人的建议，而且对别人的建议的时候有真正鉴别力，就是他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。我们自己有看法以上是拿自己做标准。啊，自己没有标准才是真的标准出来了。啊，真智慧出来了，有能力辨别。啊，所以看破帮助我们放下。放下又帮助我们看破。啊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啊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，这是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念一句佛号就解决了，这叫顿超，圆修圆证的顿超。啊，所以净宗是顿超，比禅宗还有把握。啊，禅宗不容易会掉下来。啊，净宗这个往上提升，它有佛菩萨加持，有护法神保护，你不会退转，稀有难逢。啊，所以要想六根清净，眼见色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怎么样？不染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一尘不染，干干净净，这就清净心现前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平等心生大智慧。啊，下面这个觉字
这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究竟彻底的觉悟了。所以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所证得的，定称等证觉是佛证得的。平等心菩萨证得的，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。我们用一句佛号，把清净平等觉在一生当中都成就。海贤老和尚说，我希望大家看，为什么他清净平等觉20年证得的。20岁证得清净，30岁证得平等，40岁证得去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好榜样啊！彻底放下，这就成就了。那么修净土的人，何以能一生成就？这就是讲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要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威神加持，本愿威神就是这一首偈啊，这一愿第12愿不是佛加持，真的很难办到。那么生到西方，阿弥陀佛保证我们都能达到这个水平，从这个水平向上提升，决定成佛，决定证大涅槃。涅槃是梵语，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太多义，通常我们用的最普遍的是不生不灭。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说什么？这话说了我们不懂。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难懂啊！我们看到有生有灭。我这次到日本来是第8次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我49岁，差1岁50岁，第一次到日本来，多少年了，50、60、70、80、40年了。那个时候的老朋友现在好多都不在了。水谷先生你们很熟啊，跟我好朋友啊，真的不在了。上一次来还在见了一次面。中村康隆老和尚跟我也很熟啊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100岁，他103岁走的。晋宗许多大德我都认识，都熟，来的时候都会团聚一下，现在没有了。感触，深深感触到无常。
啊，所以有人问我，日本为什么少去？我去朋友没有了，都不在了。啊，年轻的我认识不多。啊，过去的老法师我认识很多。啊，所以不生不灭是真相，这个意思很深。啊，两个小时讲下来听不懂。啊，为什么不生？他本来不生。本来不生哪来的灭？生灭是幻想。啊，现在我们遇到这些问题，我们都引用近代科学家量子力学来说，大家就懂了。啊，量子力学用科学技术来观察物质现象，得出的结论，物质没有生命。啊，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没有生命，跟佛经上讲的大涅槃。啊，他真的大涅槃。他虽然真的大涅槃，没有得大涅槃的用处。啊，科学家是见到了，但是得不到他真正的用处。佛菩萨得到。啊，得到用处。啊，为什么？佛菩萨不是用仪器观察，啊，数学推演得来的，他是用禅定功夫亲眼看到的。啊，所以他六种神通恢复了。科学家六种神通没恢复，为什么？他还是有妄想，还是有杂念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佛菩萨证的，他是把妄念、杂念通通排除了，这样他看到。啊，所以他那个作用就大了。那么在小乘法里面，涅槃呢？烦恼灭，是灭烦恼，灭生死，啊，换句话说，也是不生不灭的意思，啊，那么这一段说明，我们修学终极的目标，是要跟诸佛一样，圆满证得无上菩提，得到真实报真，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一切经中没有这个说法，这个说法只有在无量寿经里头。啊，所以无量寿经就变成一行。很容易修行，难信，很不容易让人相信。你要相信他，成就真快。啊，像海贤老和尚这种人，老实人，师父教他，他完全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教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他就乖乖念下去。啊，其他的他再不想。他不起心动念，啊，就是一句佛号，所以25岁能得清净心，30岁能得平等心，40岁能大彻大悟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通通有份呐，就是不肯放下。要知道放下是放下障碍，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障碍，这个障碍放下之后，我们的心得就现前。啊，所以放下是应该要努力，要认真去学习。
啊，什么都放下，让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啊，所以学佛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每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。啊，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？众生根性不相同。啊，为了适合一切众生的根性，说无量法门。啊，如果你要想在一生当中快速的成就，那就这个法门，就净土法门。啊，让我们一生快速证得圆满成就。啊，得到真实的保证，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一切经中均没有这个说法，无此说法。真正觉悟，希望快速成就的人，读到此愿，如不发心求生极乐世界，那就做不到了，那不可能。啊，你真正发心，我求生极乐世界，我只求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对这个世界不能有一丝毫的贪婪。啊，你放的越多，跟佛越接近；你拥有的越多，跟佛距离越远。这个道理要懂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页。啊，第七章，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觉身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这第十三愿。第十四愿，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啊，下面总结：若不二者，不取正觉。如果我这个愿不兑现，法藏就不成佛。啊，法藏菩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有十劫了，所以他的愿愿愿都兑现了。我们看小注：佛佛道同，佛的果证与清净心也相同，为佛光所照范围不等。啊，佛放光明，有的佛照得很大，有些佛比较小一点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是在因地所发之愿有别。啊，差别在此地。那么法藏一发心，其愿呢就超越一般人，并且要胜过一切诸佛，因此其光明就自然遍照十方。啊，这是弥陀在因地发的愿大。啊，一般人修行成正果，愿力不是很大。啊，能发愿
度我们全世界的众生就不错了。啊，但是这个星球在太空当中是一点点，微不足道。啊，能发心度太阳系，能发心去度银河系，这心就大了。但是比跟弥陀比要差远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发心要度遍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一切苦难众生，这就太难得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全包括在其中啊，心量要大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劫，啊，心量小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心量要大，比六道轮回还要大，它自然就出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决定不能以一幅图啊为度化众生的对象，一幅图太小了。宇宙当中过去现在未来无量无边诸佛啊，阿弥陀佛是一个佛图都没有漏掉啊，它是圆满的。我们跟他比多漏了很多，怎么没想到啊，看到他的愿文才佩服他，他想的那么周到，一个都没漏。啊，我们念这段小注，佛佛道同，佛的果证与清净心也相同，为佛光所照范围不等，是在因地所发之愿有别。啊，这刚才说过了，法藏一法心，他的愿就超过一般人，并且他还要胜过一切诸佛，因此其光明就自然遍照十方。为什么？光能照到的地方就是他愿力达到的地方。所以一切诸佛光明不能与他相比。本经后面释迦牟尼佛赞叹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释迦的赞叹是代表诸佛，也就是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称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日月虽明，它有障碍，在室内就找不到，佛光没有障碍。有人说，佛光为什么不照到我？其实佛光照到了，佛光普照，二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，我们见不到佛光。啊，所以你有妄想执着就不能觉察。如果你念佛，念到心清净，你就能感到你沐浴在佛光之中。啊，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，经典所在之处，念佛读经和修定的时候，佛光容易感触到。啊，真能呢让你得到快乐，恶念能止息，慈悲心能增长，希望求生极乐世界的意念逐渐加强，此古德所讲的有净土，真正证明有净土啊。这个境界
我们佩服海贤老和尚，还有他的师弟海庆老和尚，另外还有一个居士，他妈妈啊，南阳这块小地方小庙，这三个人都入这个境界。啊，妈妈86岁往生，欲知是知。啊，这三个人都是一句佛号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的，啊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。啊，他母亲86岁往生。往生之前，他坚持要回到家乡，啊，把他的女儿还有个侄女让海贤老和尚把他们两个找回来，啊，海贤老和尚照办了，两个人果然来了。啊，他自己下厨房，亲自包饺子。啊，一家人团圆，这家就剩这几个人团圆。啊，吃完饭之后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腿一盘，告诉大家：“我走了。”就真走了。他女儿看到这个情形，带着他的儿子出家了，啊，这是他度他家人的方法，表演给他看的，啊，你不表演的时候都不相信啊，啊，你看，没有生病啊，啊，走之前还烧饺子跟大家一起吃饭，吃完饭告诉大家我走了，就真走了。啊，这是度自己的家亲眷属最好的方法。啊，他一生不学佛没关系，你表演一招给他看，他相信了。啊，他带他儿子出家了。下面第八章有两愿。当中的15愿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最重要的五愿之一。啊，15愿在这个经本子里头只有一句话。我作佛时寿命无量，就这一句。啊，下面第16愿声闻无数愿。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啊，寿命一切无量，这句话重要啊。为什么前面说寿命无量是阿弥陀佛自己无量寿啊，下面这一句各种声闻天人无数，我们去往生什么身份呢？天人，我们没有证得个正果啊，我们是天人的身份呢。 啊天道人道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无量无边数不清的，寿命一切无量，这句话重要了。我们有份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寿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佛无量寿，个个都是无量寿。啊，底下一个比喻就更妙了。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，这是讲一佛陀，一尊佛他所教化的地区是3000大千世界。啊，这里面的众生习成缘觉，
比阿罗汉还高一等。啊，次于菩萨，在阿罗汉之上，这是辟支佛，就是圆觉，于百千劫世间。啊，百劫千劫，习功计较，计是计算，较是比较。若能知其数量者，不去正觉，说明寿命之长。极乐世界人数之多，到底有多少，没有人能算出来。阿弥陀佛，寿命无量啊！凡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其寿命一切无量，古德说，此为净土第一殊胜，寿命长，做什么事都能圆满，有的是时间嘛。啊，寿命短，很难成就啊。啊，还没有做一半，寿命到了。这在这个世间，遗憾很多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在今天最重要的，就是要肯定这个经是真经。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，没有一个字是骗人的。我们要在这里生信心，就得受用。啊，如果你觉得这里头怀疑，这个功德利益你得不到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要换一个法门，这门进不去，你得找另外的门。那找不到门，还是这一条门，那就加紧用功。要用什么方法？断疑生信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这个小书，这本小册子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啊，你把他这个东西从头到尾念过之后，他可以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啊，信心就建立了。啊，信心是能不能往生第一个关键。没有信心不能往生。啊，修得再好都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信心要坚定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愿心要恳切，我这一生来干什么？就是来求生净土的。我就为这桩事情来的，我就干这桩事情。啊，我的人生目的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为了圆满成佛，啊，必成正觉。我走的是这条路，啊，别人所走的是他的路，我不走他路，我走这条路。啊，这个路是老师介绍给我的，我们深深相信老师不会骗我。啊，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，是用了苦心，我们看看。为什么？我不是他一说我就接受了，至少说了七八遍了，我都没接受。我接受这个法门是讲华严经，讲法华经，讲楞严经。华严讲了一半，有一天突然想到，我们心魔当中最尊敬的、最向往的
是文殊普贤的，文殊的智慧呀，普贤的实践，那是非常令知识分子的赞扬啊，敬仰赞叹。这两位大菩萨修什么成佛的？啊，经文在后头没念到，还没学到，啊，翻到后面，啊，整个经读一遍，在《四十华严》第39卷，通通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，我这才相信死心塌地，再不会怀疑。用了多少时间呢？30年。说明什么？难信之法嘛。啊，不把它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不能接受啊。啊，我是用了30年的时间。啊，20-30年是讲经啊，讲经讲到30年才相信。啊，所以经上讲的难信之法，这个意思我能体会，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啊，真的是难信啊。可是真正相信功夫就得力了啊。所以第15愿，寿命无量。前面我们看到光明无量，那是智慧。啊，在前面第12愿，彼诚正觉。啊，这是善道大师赞叹的。5愿，这第3愿。我们看这简单的注解，阿弥陀佛寿命无量，凡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其寿命一切无量，故得说此为净土第一殊胜。为什么寿命长？寿命长有的是时间，做什么事情都能圆满啊。假设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统统证得圆觉，圆觉是辟支佛啊，地位与神通比阿罗汉高啊，他们这些人与100000劫共同计算西方世界的人数也算不出来，共同计算阿弥陀佛的寿命也计算不出来啊。那么这些人都是于十劫之内，由无量无边世界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再用这个名词大家好懂啊，移民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的世界号称极乐，其根本就是无量寿啊，所以无量寿是极乐世界第一德啊。世界再好，如果寿命短没用啊，你享受不到啊，寿命长啊，啊，你全能享受到啊。下面第9章第17愿，这一愿也非常重要啊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住，无数诸佛若不恭称叹我名，设我功德过土之善者，不去成就。这一愿是第17愿，诸佛赞叹。
这也是善导大师选的啊，诸佛赞叹。善导大师选的第四愿，为什么？诸佛赞叹就是必定讲这部经，介绍给我。如果诸佛不赞叹，他不讲这个经，虽有极乐世界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一愿就是一切诸佛讲经说法，必定讲这部经。啊，而且这部经还是常常讲的。啊，不是讲一遍两遍。啊，我看到《蒙古大藏经》摩罗啊，我在序文里面看到的，他们收集的《无量寿经》有30多种啊，这就证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常常讲这部经，他讲经说法49年啊，这个经讲30多遍了，其他的经没有重复讲过，只讲一遍，没讲第二遍啊，唯独这部经可能是年年都要讲一遍啊，为什么？普度有缘众生，因为他听懂了，能接受了，依照这个法门修行，一生成佛，太快了。其他法门要很长时间，甚至要5、2劫啊，这个法门快速，所以这个法门讲的特别多。那么这一愿我们看注解，与我们关系最大。西方极乐世界再好，若无人向我们介绍推荐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我们虽然具备往生的条件，若遇不到这个法门也是枉然啊。这个条件是什么？我真相信，我不怀疑啊！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那没有人介绍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？你不知道极乐世界殊胜啊？不知道殊胜，容易退心啊！听就是天上不错，那就动心了。那天上跟极乐世界不能比啊！啊，头一个就是无量寿啊，这一个太厉害了！啊，天人都有寿命的，啊，包括无色界天人，寿命最长80000大劫，啊，它有量的，极乐世界无量啊！啊，没有人能够计算、称算。说得出来啊，不是凡人。像佛举的例子是辟支佛都没办法，所以设法一切诸佛向众生说法，所讲经论的都讲此经，因此经摄合一切根性。无论上中下根，这个法门圆满的普度，让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证得圆满的佛果，这就太难得了。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？啊，佛
为什么出世？就是来帮助众生立刻成佛啊！立刻成佛就是这部经。因此佛对众生所说的一切经论法门，是以成佛法门为第一，而成佛法门就是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，就这三部。如果这个法门你听了不相信，不愿意接受，佛再向你说其他的法门。有人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还愿意留在这个世界，希望来生做个富贵人。佛可以满你的愿，佛就叫你修人天福报，满足你的愿望。佛真慈悲呀！那我们现在是人间贪图富贵，他不懂得方法啊，这一生你所拥有的财富，你命里所有的，你命里没有的你求不来啊。命里怎么有的？过去生中修积的，所修的福报累积，这一生果报现前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财富是怎么修的？财布施。聪明智慧怎么修的？法布施。健康长寿怎么修的？无为布施。佛有方法，我们能依教奉行，真能得到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心里头只要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你就有命运。如果你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了，命运就没有了，就拘束不了你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啊！你不受命运支配啊！这个桩事情，云谷禅师在《了凡四训》里头讲得很清楚啊！啊，了凡先生一生的命被孔先生算的一点都不差啊，流年二十年，年年跟他那个算命的一对比完全相应，所以他真心，真心自一切都是命运，所以什么也不想了啊。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三天三夜，三夜不动一个念头啊，云谷禅师佩服他啊，一个凡夫三天三夜不起心动念，这很好的功夫啊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啊。问他怎么修的啊，了凡是个老实人，他说我没有修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功夫？他不是功夫，我命里头没有，所以我统统放下了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一切都是命注定啊。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啊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凡夫啊。他就很惊讶，为什么我是凡夫？你看那一段的开示太好了啊，这是凡夫能算能放得下，完全照命运走啊。一般人都不是照命运走的，就有加有减，做善加分，
做卧呢，减分，有加减的。大卧就除，大善就成，加减乘除，天天在干呢。啊，所以它不是一个一定的，啊，这都是命数。啊，真正遇到高明的人，会算得很准确。你要明白佛的道理，可以改造命运。啊，云谷禅师教了圆了法，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他命全改了。啊，寿命也延长了。啊，算命的算他寿命只有53岁。啊，地位最高的是个很小县份的知县。啊，七品官。啊，他遵照云谷禅师教诲，努力认真的断我修善，天天修忏悔，啊，天天修福德，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。到第二年参加考试，跟命运也不就算的不对了。命中算的，他考第三名，他考了第一名。啊，然后就核对的时候，就都不一样，才相信，命是自己心造的，念头造的。啊，现在很多人知道，这个地球有灾难。灾难从哪来？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言行所赶来的啊！什么回事情啊？如果我们能把念头转过来，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念念呢不想自己，念念利益苦难众生。这个国家的命运，世界的命运，都会跟着我们转变。大灾难会化成小灾难，小灾难就变成无灾难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道理，江本博士他做的水实验做得很成功啊！我今天跟他家人取得联系，你看上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来看我，啊，这一次来的时候他过世了，人命无常啊，他年岁不大了，啊，走了，啊，他做的这个实验是科学。在联合国做了很多次的报告，啊，就是念力能主宰环境。头一个是我们自己身体，我们自己身体不健康，好的念头帮助我们健康长寿。啊，念头可以治病。啊，疑难杂症医院不能治的，念头能治。他的例子很多啊。啊，美国有个修兰博士，夏威夷土著，有用念头治病的方法，他学到了。啊，在全世界帮助人治病，治好了几千人呢。他到香港来看我，我问他：“你根据什么理论？”啊，用意念治病，他根据清净心。对了，
啊，也无量寿经人清净心啊，他保持清净心，远离一切妄想杂念，他没有，一切时中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他不是佛法，所以比佛法就要差一点。啊，他用这个清净心帮助别人治病。治疗的方法呢，他只要四个治疗。第一个，病人的姓名。啊，第二个，出生年月日。啊，第三个，现在住在哪里？所以病人不要见面的。啊，他在香港，病人在美国。他在香港能治他的病啊，真能把他治好。最后一个就是病历啊，他到医院检查哪些的药有问题，病历，他只要这四样东西啊。治病的方法呢是观想啊，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头半个小时啊，观想，把病人跟自己观想成一体啊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观想一体。那现在我身上哪些地方有了问题，有了病啊？首先忏悔啊，他有四句偈啊，就是念这四句啊。第一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谁呢？对不起我的带着病毒的细胞，我不小心让你带着病毒，我对不起你，请原谅啊。这种意念清净心里没有杂念，细胞就能跟他合作啊，带着病毒细胞就可以合作啊。然后是谢谢你，最后一句我爱你，就四句啊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十二个字，就念这十二个字，念半个小时，每一天念半个小时，一个月就是30次，病就好了啊。他自己身上病好了，对方的距离几千里外的人病也就好了。我听得很欢喜，我叫大家的时候要好好跟他学。为什么？如果有大灾难来的时候，疾病传染病很多啊，没有医院，没有医药怎么办？嘿，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啊，这个不需要医药的啊，不也不要打针啊，而且非常安全啊。用意念啊，这个意念将文博士做出了证明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谁知道这杯子装的水一清二楚啊。不但谁知道，修兰博士告诉我，所有一切外面的现象都知道啊。他跟我讲，桌子知道，椅子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地板知道，墙壁知道，外面树木花草统统知道，我们起心动念全知道啊。你瞒谁呀？啊，这经通过科学实验的啊。修兰博士这几十年，他也应该差不多有70岁了啊，在全世界各地的时候给人治病啊，讲解这个治病的道理，这不是假的，完全是真的，是事实啊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要谨慎，不要说我起心动念与别人不相干有关系，不善的念头
会感召来的灾难。啊，灾难来的时候，与别人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啊。所以念头要善，要清净，纯净纯善的念头，身心健康。啊，别地方有灾难，你住的这个地方没灾难。啊，这是念力不可思议。啊，我这一次安排到江本博士的实验室去参观一下。啊，他那个地方过去我看过两次。啊，那么现在国内道德讲堂里面第一课就是讲水实验的结果。啊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让人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影响太大了。这跟佛经一比照，佛告诉我们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都是讲意念嘛。啊，这个被量子力学证实了，即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。啊，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。科学家承认他们做出的实验跟佛经里面所说的来比较，佛经所说的比他们的报告还要清楚啊，讲的是还要详细啊，实实在在非常难得啊，所以佛经经得起科学检验啊，比科学还要高明啊。科学用仪器，佛不要用仪器啊。那么佛为什么出世？这个要晓得，帮助一切众生立刻成佛。佛对众生所说的一切经论法门，是以成佛为第一。而成佛法门呢，就是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这三部。啊，任何一部都能成就。如果这个法门你听了不相信，不愿意接受，佛再向你说其他法门。有人不愿意升到极乐世界，他愿意还留在这个世界，希望来生做富贵人，那佛就叫他修人天福报，满足他的愿望。这个法门，净土法门，无论什么人，不论善恶，不论身份，不论男女老少，程度高下，只要你相信，你发愿肯依照这个方法一心念佛，就能往生。此乃普度众生圆成佛道的法门，真正是稀有难得啊！我们这一生有心遇到啊，太不容易啊！啊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才会碰到一次啊，不是常常能遇到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尊重，我们要把机会抓住，决定不能放松。所以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啊，目的是帮助大家成佛，怎么能不讲这个成佛法门啊？善道大师有两句话说得好：诸佛所以心出世，唯摄弥陀本愿海。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。
啊，说一切诸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，就是为了讲无量寿经，他才到世间来的。啊，也只有无量寿经能帮助一切众生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啊，说也许各位将此法门介绍给亲友，而人家听了摇头，你们心里难过。啊，我劝大家不必。为什么？他成佛的机缘没到啊，当然不能接受。如果他成佛的缘到了，成熟了，一听就欢喜啊，一听就接受啊。啊，就像海鲜老和尚他们小庙的三个人，像海鲜啊，海鲜还有个老德和尚啊，跟海鲜法师的老母亲，一天就相信，一天就欢喜啊，一天就真干了，所以他能成功啊。能够接受这个法门，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同时具足。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我们就知道听了不怀疑，能相信能接受，肯发愿求生，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个时候圆满具足啊，这个善根福德是无量劫修来的，不是短时间成就的。所以他这一相信，这一回头，就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。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说的。啊，无量诸佛加持。所以你的信心坚固，你不会退转。那么我们无量劫来也是生生世世修行的，这三个条件我们去做了啊，要是不去做的话，我们也不能成就啊。真正成就真是幸运啊！幸运在哪里？幸运在我们遇到这个经本啊，这个经本是汇集本，不容易啊。我上一代有很多老修行修念佛法的没有见到这个本子，这个本子是抗战期间，就战争期间，夏联居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汇集成果啊，流通是战争结束之后啊，所以有许多人不知道，没有缘见到啊。我们算很幸运，有一位老和尚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，带到台湾送给李炳南老居士啊，李老居士一看前面的序文，有一很长的序文是他老师写的啊，没关系，老居士是他老师啊，看了无比的欢喜
啊，随在台湾印了两次，啊，那个时候物资非常艰难，大概两次只印了2000本的样子，分量不多，真正能看到的人很少，啊，因为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经典没听说过，啊，所以他就不相信。那么黄念祖老居士住持就更难了，啊，他这部著作完成应该是在80年代，啊，1980年代。我是第一次到美国，82年、84年，黄念祖老居士到美国去讲经，时间只有1个月，我们遇到了。啊，他把这个注解，那时还是未定稿，啊，刚刚完成，哎，用油印，大概印了几十份，只带了一套到美国，把这个送给我。我向他请教，我说我这个看了一遍，非常赞叹，稀有难逢，你有没有版权？他说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没有版权，我就到台湾我就大量翻印，那有版权我尊重你，我不敢印你东西。那才马上说没有版权，啊，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，啊，给他在封面上题字，我那次印第一版，我们就印了10000册，精装本10000册，啊，所以流通啊，是在84年、85年，啊，才流通出来，知道的人很少啊，真稀有啊，啊，现在这部书在全世界可是大量流通。不难看到，啊，可是一定要认真去学习，把它念通，啊，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的疑惑断掉了，帮助我们端疑生信，帮助我们升起求生极乐世界的大愿，啊，然后你真正能像海鲜老和尚一样。能够放下外面，一心念佛，成就那就是海贤老和尚他们几个人做的榜样，啊，他们能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，真正在一生当中真的究竟圆满。今天啊，这个后头这句话，啊，这3个条件总是不足了，生生世世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今天遇到了，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